阮三六八出去走走，今仔日来到屏东的盐埔，因家吼水果上济，啊，搁有安全花卉。什么是安全花卉嘞？咱即马就赶紧来问乡长。屏东县盐埔乡是一个农产丰富的乡镇，按照地质、气候、交通、水源、地势这因素，详细规划出无同的农作区。因为安尼，盐埔的农产品有真济种。一年四季无同的季节，才除了蔬菜水果，嘛真适合种花，是屏东地区花卉种类甲产量上侪乡镇。乡长，我要请问你啊，什么叫做安全花卉？咱的消费大众摕到咱的花蕊的时阵，拢第一个时间会家起来片，啊，这个问题就出来啊。假使你若无经过安全的这个管理，那么第来片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就把我们的叶面的一些有害物质，甚至是农药哈，来吸入我们的肺部里面。对，那在我们里面的身体里面就产生一个不好的一个代谢。那可能就会影响，所以阮就是发现这个问题，唔代讲，阮一定要来好好推广阮盐埔乡的一个安全花卉，尤其是阮有一套优化的这个管理设备，好，就是让咱的农民这个一挂下要施药施肥的部分，把残留的部分再回收回来再利用。第二就是要让咱的这个资材能够充分利用。第三就是要提供消费者一个健康而且又安全的一个花卉的市场。就参村乡长讲的，花农少用农药，加一份的用心，消费者买单安心。这是屏东地区花卉集散中心，其中也将花的产量也是全国第一。无落雨，谁那穿雨衫甲雨鞋？因为我要来去挽花，已经到位啊！哎，遐有人，李大姐，哎。花粉啊啦，嘿，为这入去哦，嘿，对，啊，好香哦，这个就是野姜花，好一朵美丽的野姜花。哎，刚刚刚有这条歌，还是茉莉花。李大姐，乡长讲叫我来这找你啦，嘿，啊，乡长讲吼，咱迄野姜花啊吼，嘛算讲是安全的花啦，安怎讲？安全的花就是讲。安慰这個，像这個，伊甲种啊有无？啊种落开始，啊到安尼开花，吼，像安尼开花，拢无除药啊。啊是无除药的意思哦。嘿，拢无农药。但是我要请问你啊，嘿，啊伊奈叫我穿安尼来？安尼哦，透早来采花有无？进内底花苞啊，你看安尼哦，拢无水哦，啊毋过伊进内底吼，藏机关呢？什么意思？安尼啊。你看嘛，哇，拢水，内底拢水呢。嘿，啊，所以你若安尼行，安尼碰到有无？你一抓去倒当，你身躯就沉落落啊。啊，所以爱穿雨帽。啊，过来就一点就是，伊这个背面安尼有无？毛毛。啊，所以这嘛是预防咱穿雨帽袂去卡到咱的身躯。吼，你看麦啊。哇。你若要穿雨帽吼，就是安尼卡，安尼拢卡伫身躯里。背面有毛就丢啊。对。目前盐埔乡也将划建筑范围。差不多40公顷，无需要任何农药，是一种非常安全的花卉。但是野姜花里底有水，很好哎。我们如果在野外啊，在求生的时阵，然后没有水喝，我们就可以。对。野姜花的水。嘿，啊，搁一点吼，伊这个花啊，这花来你看它蔓起来，来，这蕊给你，一点看，伊才有水。对，有水呢。好，有水吧。然后呢，来试一个，来试一个。这可以吃哦。可以吃。啊，你这个毛啊啦，八五块。啊，我这个那同款有无？有水滴有无？有。啊，来花园有无？啊，茶那早无够，啊，嘴干，我着挽起来吃，啊，就嘴吼就会生迄个口水，
啊，就袂感觉讲嘴干，愈薄愈甘愈甜，哇、哦，好甜呢！它有一点点像那个芭乐的味道，又处于那个芭乐又有一点点辛辛辣辣的味道，嗯、而且很香。对，它口感很独特哎。啊，我已经吃十八年啊。无怪你食到遮水哦，我加加食一寡。我六十岁安尼，大家拢看袂出来。你六十岁了，看不出来呢、欸。真正，原来你拢是食这野姜花、嗯，对，在里当保持这么年轻哦。无、嗯、怪乡长讲啊，这野姜花是上安全的。对，安尼要生啊这大丛，差不多要偌久的时间？嗯，基本上是六个月啦。啊，不过你若管理了足顺心哦，五个月糖啊收啊。苏姐种野姜花。已经有十八年的经验，大概有两公顷这么大。伊讲野姜花，每一年的五月到十月是主要生长期，其他的时间，农民会用顶照法来延续开花时间。李大姐，你讲，咱安那采花？咱即卖这个也可以采，这蛮爱采哦。为什么？蛮起来红餐厅啦、啊，啊那个人做食材啦、啊，啊即卖来有无？你看。你头拄啊菜叶内底，搁有啊，有无？哎，它有一点点像那个笋啊，有无？有无笋啊，迄个幼枝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是安尼尖尖。搁发出来原理，就是伊内底的含水拢来伊迄落固定好吼，内底有水，像咱咧插花安尼。插还袂开的，咱安尼挽起来，伊会搁开无？安尼袂开啊。苏姐，安先生做生理，去往倒回啊了后，因为心情无好，转来破病归信。伊为着请养四个囡仔，才开始种植野姜花。我很珍惜这个野姜花，伊安尼陪伴我有安尼十八年吼，我该感谢的啊。陪伴我安尼饲阮四个小孩子三家，伊我已经从一家子的年龄啊，我有五个孙啊，最大的已经高中了。咱爱好好啊吼，珍惜咱。身边所有的亲人，虽然是一个植物啊，但是你甲看，它还可以帮助这个妈妈啊，帮助她可以把小孩子他们都养大哈、嗯，其实对她还是有一种感恩啊。对对对，野姜花除了会当观赏，社区妈妈佫研究出真侪的菜方式。啊，咱今仔日要传的是甚物物件？啊，来食这炒米粉。炒米粉用野姜花，用野姜花。啊，咱今仔日的材料除了红萝卜，佫有甚物？木米啦。哦，小金菇啦，哦，啊一丝仔青菜，青菜，啊，我用素是无，啊，无得下炒的蒜头，我着用丝仔，安尼素火腿来腌安尼。山村的野姜花啊，伊若拄着烧，拢会冷去。会冷去。啊，我本来是野姜花有先爱爆香，一半爆香，一半青，含这菜做来炒，俺、哦啊、是要食伊味道。你嘛太好味啊！嘿，要互伊个味。走来汤淋，啊汤在走来米粉，安尼是不是？迄米粉食起来拢野姜花的味。哎呀，唔知做野姜花米粉，好神奇哦！野姜花居然可以吃。想袂到野姜花，除了传统的野姜花种以外，佫会当用来煮米。另外，苏姐佫一项私人料理，就是甲花切互碎了后，加入蛋花汤。半暝啊，腹肚枵的时阵，佫会当加入泡面斗阵煮，气味佫较清香。明姐，咱今仔日要介绍的是啥物？是姜花饼干，野姜花饼干。啊，加迄落奶油，奶油黑落来。啊，加迄落糖，糖。对，啊，泡发，啊，泡发。要安那知影伊是毋是发啊？无发，白白就会使啊。哦，明姐，单纯的野姜花，要出多一个部位？伊出安尼，啊，就有包安尼用来烤切。它很有那个 Q 度呢，吼，伊足 Q 的呢，伤嫩哦，伊烘了伊平，伊有那个瓜纹出来。手工饼干这么简单呢？你老爱小烤箱，咱的烤箱用的是啥？然后烤二十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这个米粉。
野姜花米粉，嗯，好香哦，浓浓的那个野姜花的味道。那个米粉哦，莫怪讲咱店主家讲，那野姜花爱先放落，那米粉才素会着伊的迄个香气跟香味。哦，那么现在我来吃一下我们刚刚烤的这个自己做的饼干，手工饼干，不一样的味道呢。这野姜花哈，用咸的，好用丁的，那个味道那个香气还是都在，还是那么浓郁哦，哈，就怕呢。这嘛是用野姜花做的，对，是那大天呀，按冰凉凉安尼吼，很好吃，更爱吃。对啊，哦，好香哦。这是一整朵的野姜花下去煮的，嗯，这个花柱吃起来脆脆丁丁，很甜哦，嗯，花朵吃起来较软，但是好香哦。哎，点头是会较香呢，啊，这花柱甜甜哦，然后混合着这个芹菜啊，啊，还有那个香菇，还有蛋，这样吃起来很清淡，我整个嘴巴都是野姜花的甜味还有香味。野姜花安尼细细一蕊，对观赏较实用，因为农民的用心创意，好在地产业有了更加侪变化发展。今麦是透早的五点，我们来参加陈宗启熏发香，所以阮昨吼举办一挂野姜花要来供佛。陈纯丽啊，你本身陈宗启熏发香这么侪年，你家己有啥物收获？我家己吼，我感觉讲吼，咱我逐天吼安尼来听来听，就是迄种家乡人的话，记伫心里吼。啊，然后我家己感觉讲，咱逐天拢有成长。你无来听话的时候，你一天就是忙忙碌碌，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尔。啊，上人讲的讲，咱来一直做当中吼，你有当时也蛮起烦恼。那我咱伫这修行当中，咱是爱福慧双修。咱希望讲哦，参加陈宗启熏发香哦，不只是咱的师兄师姐，希望讲哦，咱不管咱的环保志工，还是社区的会众，拢总会当来，逐天来听上人开示。因为我感觉透早吼，来听上人说法吼，心吼是先用一锅清水吼，先洗过，哦，你会感觉心足清的。你心清咧，做代志你就无烦恼，啊嘛做了会愈发去。再去透过网络连线，跟花莲精舍同步，第一时间听到上林的开示，嘛达到心灵环保的效果，心灵充满电。阿芬阿哥带着美人师姐去环保站整理环保。美人师姐，你来这安尼收偌久啊？对哦，啊，这个店拢在发落的吼。发落。这个工厂内底差不多有几个店啊？差不多八个点啦。八个点。嘿。啊，来家拢是你跟美玲师姐来修嘿，我是来修啊，因吼拜五头有六个师兄师姐，就前掌再收一次，啊，再两部那个环保车。我看你做环保拢做到嘴笑目笑呢，那也安尼啊，欢喜呀，安那欢喜，啊欢喜啦，大家在做，大家在做，安尼咧。美玲师姐，想拿咱来家爱先把这物件分类分好，要不安尼像阮安尼来甲分类又好势吼，较等下因的整理环境的所有物件拢甲用这大卡袋啊。包括这设计塑胶，你看这啊，伊拢甲倒倒落。啊，阮两个吼，阮敢那一袋安尼吼，爱分几包，所以吼，我来安尼来吼，倒倒吼，一个等于得免啦。这间汽车零件工厂，这两年开始甲环保到盐埔环保站回收，每礼拜有三工，郑美人师姐甲徐美莲师姐拢会来工厂整理回收。美人师姐，现在咱连便当的厨余嘛爱甲分，啊，阮就甲捡捡转来，无这吼，这甲放里真吼，因啊一工无来倒嘛臭，吼，啊嘛介无菜啦，因为这大家食不了的物件吼，你无甲捡捡转去，互人饲狗也嘛好啊，嘿啊，啊迄个主人就免搁去买狗粮。不止来分类这些资源回收以外啊，还很习俗。哦，像讲迄纸拢免。
拢唔免麻烦啊，啊，迄种诶袂较有钱啊，啊，咱拢要收迄种物件，毋是，嘿，就是讲因无爱，安尼搁来收倒来，嘛是搁资源再利用啊，嘿啊，啊，搁袂污染，啊，无迄种塑胶吼，拢再焚化炉烧，像这啊，你看伊即卖来甲等伊垃圾，啊，我若无来吼，这落去焚化炉烧掉，啊，这是足污染诶物件，嘿，啊，但是这阮就是捡捡倒去吼，铁啊另外铁加，塑胶另外搁焚。这才是真正的回收啦，回收就是回收，人无要爱，啊，咱家捡起来，资源阁会当利用的，咱就尽量家利用。啊，若袂当呢，咱再来做一个处理吼。我感觉这才是真正伫保护咱的地球啦吼，这才是咱做环保的意义。对因行一转，我发现苏姐已经把环保落实伫生活中，除了回收工厂的包装废材，连粪扫袋啊嘛不漏搞。等一下要分那么多吗？没有吧，这是垃圾。没有，这个只有小部分，小部分它把它倒在垃圾。啊，你遐内底搁一堆拢还没回收嘛？嘿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真的要很呼吁哎，一个袋子一个杯子，一个人一天要用几个袋子？我们尽量不要用就不要用了，或者是你自己会随身携带一个重复使用哈。你看咱分五分钟，无到五分钟哈。嗯。这么大袋啊，这都是可以回收的哎。真的很舍不得说，咱台湾这小地哈，全世界啦，讲来大家拢爱拢有责任要做环保的啦。嘿啊，你看四大不调了，上人一直在讲啊，四大不调啊，都为了什么？那么是因为人随手可以做的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我刚才讲吼，像这纸啦吼，这塑胶啦，虽然轻轻啊无钱，不过安尼一点一滴解捡起来，伊落资源再利用，啊个减少污染，嘿，个减少垃圾。所以我感觉伫家品着这歹味吼，我感觉讲值得啦。爱味爱勇气，爱勇气爱，哎，这个较环保较好诶。对一包一包的粪扫来底，整理出会当回收的资源，苏姐应用行动来带动更加侪人加入环保回收。回来环保站，我闻到一种清香的青草味。阿母啊，咱今麦要做啥物哈？咱今麦要做啥物？啊，青草。青草哦，青草我第食退光火啦。哦。退胃火热着啊。阿母啊，你来想讲要遐只青草地吼环保志工因食。爸爸水灾迄吼，啊因大公讲这个吼，肝火大啦，阮前两趟去，拢几百人食。当作茶啉安尼就对啊。用大枣滚的青草茶，唔那传统，佮有一种自然回甘的口味。想若要用这大枣香草茶，奈袂用到树咯。啊，到树路遐贵个钱钱。啊，茶阮哩，啊，这茶阮哩，上去山顶捡的。我拢在捡呢。水灾无捡，啊，你讲笑讲你，逐日在炒菜，我拢伫遮在。我都是拢伫遮在扫啦。沙啊！伊再去擦咧啦，啊！我直接沙直接起位。伊做精修啊，做后厨。所以讲，咱的环保站啊，都两位阿母啊，吼，啊，一个顾头顾尾，一个顾内，一个顾外，安尼合作无间呐，吼。郑美人师姐、甘妈妈、吴玉英师姐做环保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，而且玉英师姐自从爸爸水灾开始，都管顾惯的青草地，和志工因消暑退火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即口灶的火都无停过。我感觉咱这个环保站很特别，因为咱的门是咧遐，嘿，就，哈，就是临近那个联络处，哈，就等于联络处的后边，就是咱的环保站，嘿，对对对，而且又姻缘很殊胜了，哎，刚好你走到后边这块地，对吧？真的，它以前是荒地呢，隆冬杂草丛生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重新把它像树啦，哎，再重新整理吗？这个都是我们种的呢。哈，这个树都是我们种的。一枝一枝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这，你安尼一个人，这一个人，你看一个人就可以了。是一个人，安尼就，哈，安尼就，哦，安就免人当面干。就不用两个人啦，哈。对对对。哦，就方便了呢。嘿，这阮的环保干事了，朱月山设计的。哦，伊做用心的，啊，搁会当运动。哈，那咧做到咧忝哦，就来只运动一下。悠悠的安尼啊。利用智慧甲巧思。节省能力，节省水源，这样环保对早期在凤凰树下做环保分类开始，到2009年环保联络处成立。虽然所在不同，但是志工做环保用心一直拢无变过。苏姐啊，你真好拆物件嘞！没啦，你咧厝的有安尼拆无？无，来家困。困起来就是讲要来遮做啊！真的吼，你毕竟就讲要遮做啊！是啊，那遮爱来遮做。啊，这个最好啊！
伊放迄落叫做槟榔精啊，啊，遮做迄番番豆就拢放袂进去啊。啊啊，做做吼，我身体都会较好。啊，无我以前那有忧郁症。哦，真的哦，袂啊！即摆看，我看你的面，我看。哦，袂啊！安尼哪有啥物忧郁症？迄面上啊，一看欢喜干呢。我即摆拢搞好下。哦，真的哦。好。无爱搞事，啊，我认真做，全做就好。阿妈，恁后生买互你透早安尼骑车啊？啊，小南，你阁要来环保站做？无要紧，啊，我家己顾我家己的身体，吓。啊，顾我身体啊，人看伊若往影来，我着勤快，啊，着有无要紧。啊，我即摆来啊，早若来，无人食，我着去遮做。啊，即摆做甲较晏，因倒来遐，因若来，我着伴。哦，阿妈，啊是安那？你遮爱来做环保？我爱顾我身体啊。是安那讲做环保是顾你的身体？系啊，啊，我着有咧运动啊。无出来运动哦，但剩来去破病，哦，足闲的。阿妈，哎，啊，你拢几点来？我要去较早。真的哦。嗯。我才七点来。哦。阮头拢在做，今早我头做要几十年，我头拢五点外就开始来做。逐工哦。你逐工来？都拢来啊，有工作就来，啊，若无工作就来顶番来。环保站除了固定的回收率以外，每天都有做完家里事情的婆婆妈妈来这里整理回收。阿嬷，你现在拿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手炉啊，要来日头要来洗。哦，啊，这手炉啊，都你在洗的哦？我在洗。手套都你每天洗。无休困的，无咧休礼拜。你做成咱环保场的迄个妈妈咧，你拢咧顾阮食啦，顾阮穿，啊，搁教阮洗。嘿，啊，这要摕倒洗，我甲你倒洗好无？用伊家打的啦。你家己打的？系啊，好可爱哦。我娘拢没底，啊，今天我这个，我家来用烟片四个压压的，他完全用回收的东西去的，你看，你家己绑的呢？你看这烟丝啊，啊这，啊无你无所在啊，迄人，这个是拖把，这是拖，拖把，现在家压压的啊，啊你来这搞啦，哎呦，迄无，啊够足在呢，嘿啦，迄无啥啦，迄无啥啦，去处无啥。环保站除了回收有路用的资源，嘛是社区厝边头尾合适的好所在。我们大概从四年前开始哈，啊，就我们特教老师觉得说，实际是一个很好啊，让学生来练习实习的地方啊，练习工作的地方。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实际体验工作的场所，一方面又可以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，一方面又可以让他们有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啊，然后能够培养好的那个工作态度，还有人际间的互动。还有一些工作的技能，啊，实际上来这边的话，他们几年下来的话，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进步蛮多的。盐埔在农民的用心，花费农药变少啊，让消费者更加安心。而且在农民的打拼，我看到农业的新发展。咱的台地也因为有一定认真打拼的环保志工，让土地伤害变少，活力愈来愈多。我感觉盐埔这块土地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地埔了。